榮吉工業大廈坐落位於青山道，為名牌發展商恆基兆業旗下的工廈物業。大廈於1983年落成，樓高12層，分 AB 兩座，每層設有12個的單位，單位面積分別約由1128平方尺至到1720平方尺，靈活實用。大厦外形朴实吸引，共设有两部的载客升降机及四部的载货升降机，停车场在地下，提供六个的货车位。邻近荔枝角港铁站，只需要约两分钟的步程，沿青山道及长沙环道设有多条巴士线及小巴线，巴士总站更近在咫尺，往来各区皆方便快捷。